大家好，我是小雨，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，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您见面。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。缤纷娱乐现在开始。从创四官宣周深加盟到正式开播，周深为创四贡献了多个热搜，比如说周深加盟创四，周深就地催播创造营，周深嗓子里装了音响，周深跳舞要力度，唱歌要自由度等。一个实力歌手能够为一个节目贡献如此多的热搜，说明他不仅有实力，还有很大的流量，甚至可以和流量明星比较。同时这些热搜除了周深就地催播创造营娱乐性比较重，其他热搜呢则是把周深的全面性体现得淋漓尽致。周深加盟创四的虽然只是一个官宣，但是一个综艺节目，尤其是这种人气很高的综艺节目，他官宣导师除了官宣的属性，更重要的属性是展示。通过这个热搜呢，周深的歌迷以及粉丝可以展示周深的实力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周深在一月份就发布了足足八首歌曲，相当于一张专辑了，而且八首歌曲品质都很不错，是可以单曲循环的好歌。再加上各种跨年舞台、各种春晚舞台，周深的实力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。尤其是不少的现场直播的晚会，让周深的真实水平得到了体现。与其他假唱啊、跑调一对比，更是会对周深的实力刮目相看。因此，一个简单的官宣热搜却是周深实力展示的舞台，有这样的实力，周深成为了创四导师，实至名归。在创四播出之后呢，很多发起人的表演之上上了热搜，周深嗓子里装了音响就是其中之一。只从这个热搜就可以看出，这个是夸周深演唱实力的。点开热搜呢，就是周深在创四的首个舞台，他为这个舞台准备了，自己按门铃自己听。第一次听周深演唱这首歌曲是在《歌手当打之年》，这首歌曲是我最喜欢的歌曲之一。他与周深其他很多歌曲的风格都不相同，听的时候呢，有一种诡异的氛围感。这种氛围感呢，是周深用音色来营造的，脑海中会随着周深的演唱不由自主的出现画面。就如同看了一场诡异气氛的电影，一条街，一个房子，房子里的人以及街上的人影，这种氛围让人印象深刻，可以激发人的好奇心，愿意跟着周深的歌声去探索。而听到周深高音的时候呢，全身都是一激灵，瞬间鸡皮疙瘩都起来了，那种感觉真的非常刺激。虽然周深在创四的舞台上并没有完整的演唱一遍，有些可惜，但是播出的部分是歌曲中的精华部分，因此虽然短了点，但是精彩程度并没有减弱多少。因为这个热搜，看到周深演唱的网友啊，很可能会出于好奇去听完整的版本，然后呢就会被深深吸引了。如果说创四开场的热搜展示了周深在演唱上的实力，那么之后的热搜，周深跳舞要力度，唱歌要自由度，就是对周深教导能力的体现了。创四是选团综艺，其中一个重要的看点就是选手的成长，而这个成长和导师的教导能力息息相关。周深在点评选手的时候，不仅仅是指出选手的不足，还要现场示范教学，让选手更好的理解。从这点出发呢，周深的教导是全心全意的为选手考虑的，因此通过这些热搜让网友看到了周深的实力、教导能力以及人品。随着创四的热搜，周深的实力会被越来越多的网友发现，吸引更多歌迷以及粉丝，真心为周深高兴，也期待周深更多的舞台，不仅仅是在创四上，还希望他参加更多的音乐综艺，担任更多音乐综艺的导师。吃瓜不停，娱乐不断，感谢您关注缤纷娱乐秀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，请给出您宝贵的赞，并且记得订阅我们，同时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，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，拜拜。